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让球进一个三分球啊。是。哇，野兽这一交叠的不吃的，手肘好像被顶了一下。陈志忠刚过去跟他挑衅了两句啊，而野兽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脾气啊。其实言语上的挑逗是常会发生，就是看你可不可以稳住自己的心情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是受伤的情形。陈志忠身体又转过去啊，如果是面对面的冲撞的话，那绝对是一个有可能进攻犯规的一个情况。再这样推的话会打架的，我跟你讲。哇，摔得不轻啊。而且在这个比赛第三节的时候，也有上尾翻一次上来，也是陈志忠希望制造进攻犯规啊，同样的一个情况啊。对，这样球他不吹什么意思？下来的时候，他手都是这样。